这样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别激动啊，哥们儿，我是刑侦队的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刚才我看这儿没人呢，我就先进来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个鹰嘴石那儿有监控吗？安了，麻烦你帮我调出来看一眼。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对不住了。 美雪，帮我弄一杯咖啡，太困了，谢谢。好，没事。老队，哎，卓英，好点了吗？我这肚子疼得厉害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哎，没事，过一会儿就好了啊。 虽然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卓越，但说他杀人，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你干什么去了？不是让你们两个留守吗？他出去你不知道？我当时在厕所，我从厕所出来就没看见他。你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？我给他打，你质问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们的队长，卓越出事，我比你更着急。卓越的事情。 只能希望省厅的同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凭什么省厅查？卓越平白遭受这么大的冤枉，不能我们自己查吗？当然不能。组织纪律忘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都要回避，只能等。